练开始了。从这里到那里，那我再睡会儿好了。去抓住他们吧。就算你这么看着我，我也没法帮你完成任务。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让我们开始吧。急如雷电。开始行动。有必须要去完成的事。糟了，不小心睡着了。走吧。这里吧，耶！巨叶幻现。可能会有点疼啊。喂，你在发什么呆呢？让我们开始吧。前面的区域，一看就很好吃的，快过去看看。数据回头交给克莱因整理吧。还没到出发的时候吗？那我再睡会儿好了。
不喜欢在室外长时间逗留，你明白吗？让我们开始吧。就是找了，快点快点，要是宝物被抢走了怎么办？让我们开始吧。哎，这里吧，圣才之雷，急如雷电。开始行动，走吧。将我的剑化作雷光。开始行动。走吧。行动。怎么了？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开始行动，走吧。喂，你在发什么呆呢？开始行动。杀意不断从空气中传来。绝不放过一个敌人。开始行动。走吧，将我的剑化作雷光。开始行动。绝不放过一个敌人。走吧。开始行动。你在看什么呢？海梦不是应急食品。哎呀，轮到我了。还是实验室里的空气更令人安心呀。从这里到那里，就当作是散步好了。让我们开始吧。从这里到那里，前面的区域一看就有好吃的，快过去看看。怎么了？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就当作是散步好了。怎么了？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从这里到那里，让我们开始吧。从这里到那里，让我们开始吧。从这里到那里，让我们开始吧。从这里到那里，从这里到那里。
让我们开始吧。从这里到那里，快点快点，要是宝物被抢走了怎么办？去抓住他们吧。你在看什么呢？牌楼不是应急食品，不可以吃。喂，你在发什么呆呢？还没到出发的时候吗？那我再睡会儿好吗？就当作是散步好了。就算你这么看着我，我也没法帮你完成任务。让我们开始吧。这是你急如雷电。很闲呢，要去我的实验室里坐坐吗？不小心睡着了。去抓住他们吧。好困，是最近加班太多了吗？喂，你在发什么呆呢？
是实验室里的空气更令人安心呀。从这里到那里，就当作是散步好了。快点，快点！可恶！气死我了！这该死的破烂核心，干脆把它砸算了，一了百了。尽管遭遇了不少恶心事，但总归支配之律者的事件看起来已经可以画上句号了。就让我们在这里完成最后一步的验收吧。保险起见，让我们给他注入一点点的崩坏能，检测一下这颗核心是不是也活着。不过嘛，其实从理论上来说，他肯定是活着的，99.7%的概率不会错。活着，是指我们时代诞生的律者核心和神之剑当中的律者核心的区别吗？也可以这么说吧，虽然我并不觉得你真的意识到了这当中的本质区别。对了，鸡窝头，你前段时间不是还写了一篇内部论文吗？我这里还要做实验准备，你就负责给他们讲讲呗。但那些真的还只是猜测而已，至少没有直接实验证据的支持，会带来的问题也许比猜测对象本身还要多。有什么关系？听听总比不听好吧，反正接下来的实验肯定能证明你是对的。正好现在天命的人也在，让他们多听听和奥托不一样的声音，那不也是好事？对啊对啊，多讲讲嘛。对于律者核心，盟主本人就是第一律者的逆商，一定有许多独特的见解吧。好了，客套话还是免了吧。我只是针对两个世代的核心进行了一些比较研究，从结论上来说，律者核心死和活的状态可能只是错误分类误打误撞所造成的一种假象。误打误撞，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吧。蚂蚁和白蚁这两种生物，无论从形态还是行为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对吧？
可是在分类学上，蚂蚁隶属于膜翅目蚁科，白蚁则隶属于蜚镰目等翅下目白蚁科。不严谨地说，蚂蚁其实是一种特殊的黄蜂，而白蚁却是一种异化的蟑螂。这是生物学上一个关于趋同演化的例子。蚂蚁和白蚁原本完全不同，却因为自然选择而殊途同归，拥有很多相似之处。就像来自量子之海的星台，乍看之下其实和女武神装甲也差不多嘛。等等，这样的话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时代诞生的绿者核心和神之剑当中的绿者核心，其实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这正是我的猜测。我们时代诞生的绿者核心，到目前为止，它们与虚数空间的联系都具有某种形式的弹性。比如说，如果条件合适，他们可以让原本无关的另一个人也成为绿者。前文明神之剑中的核心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这一点。确实如此，它们只能用来调制固化的额定功率，甚至没有办法开发出任何新的功能。更为凸显这一矛盾的，则是之前雷之律者的再生事件。当时雷电牙医在体内凝结出了自己的绿者核心，原本拥有此项全能的征服宝石因此而瓦解消失。但世界蛇拥有的第三神之剑却完全没有受到这一过程的影响，类似的还有 Kiana 与天火圣才之间的情况。这么说来，世界蛇那边似乎也强调过，只有活的绿者核心才对他们的计划有价值。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四颗系灵宝石所独有的特例，但我们同样也可以猜测，
我们时代诞生的律者核心和前文明诞生的律者核心，这两者之间或许存在一种我们从未认真设想过的更本质的区别。我顺着这种假设进行了推理和演算，结果惊讶地发现，这种区别在理论上所需要的假设前提，比起西陵宝石拥有单独的性质要简单很多。对于后者，我需要预设大量的参数，才能在数学上推导出最终的结果。而对于前者，我只需假设虚数起点不是真正的一个点，它其实具有维度信息，就不需要预设任何多余的参数。哇哦，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早逝，虚数起点那可是律者核心的根本属性啊。是的，这个假说的漂亮之处就在于此。我们知道律者核心当中的虚数起点，它指代着可以引发一切超自然现象的不可能构造。但数学上其实从来都没有禁止不可能构造本身拥有构造。顺着这个方向推理，我发现前文明的律者核心恰好对应着一个确实没有维度信息的纯正起点。而我们时代诞生的律者核心也恰好对应着一个具备一维周长的奇环。口语化一点来说，正是这个环的构型让他们活着，让他们具备了重新活化的弹性。如果更通俗一点讲，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前文明的律者核心是静态的，只要脱离了律者本体，就不再有更多的变化，所以看起来像是死了。
而当代的律者核心是动态的，即使脱离了律者本体，也可以在外界的刺激下自行变化，所以看起来像是活着。对，如果我们眼前的支配之律者核心也是活的，这个猜测就会进一步提升它的置信度，而反之，我们就只能相信这个世界的底层架构比我们所有的预期还要复。发生什么事了，特斯拉博士？你自己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实验结果了。这怎么可能？这个律者核心，它里面根本探测不出来叙述起点啊！这还算律者核心吗？看来对核心的研究相当不顺利呢。从其他物理指标而言，它确实是一颗如假包换的律者核心，它可以吸收崩坏能，可以引发物理规律的改变。但非常奇怪的是，无论如何改变实验方式，我们却始终也探测不到它的虚数起点，就像过去的那些小核心一样。然而我们也都明白，真正的支配之律者乌合之众，他和一开始的那些人偶是完全不同的。以他的体量而言，我们应该能从中探测到虚数起点的有用信息才对。我可以发表一个看法吗？虽然我的想法或许很不成熟。但讲无妨，你也能看到特斯拉博士现在都急成热锅上的蚂蚁了。我在想，这种古怪现象的成因，会不会就是因为支配之律者拥有支配剧场呢？我是说，虚数起点应该是在空间的各个维度上都同时存在的吧？如果支配剧场实际对应的维度数量比现实空间高上很多，那么虚数起点的可观测信号也就会被它成倍削弱。这样一来，即使是面对完整的律者核心，我们会不会也探测不到任何信息呢？
毕竟所有仪器都是有灵敏度下限的嘛。这确实说得通，不过如果这就是真相，那么为了验证它，我们就必须动用。啊，这还真的可以做的。爱因斯坦博士，是有什么新办法了吗？我们去找提亚娜和布罗尼亚吧。这件事必须依靠他们两人的力量，用绿者的力量去攻击绿者核心。是的，目前这是唯一可以确认支配着绿者核心存在状态的方法。是为了把大喊大叫的特斯拉博士安抚下来吗？普罗尼认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主意，或许都是好主意。不过这件事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普罗尼。对于目前的情况来说，尽快确认支配着绿者核心的存在状态，也有助于解决奥托那方面的问题。听说他复制了一个过去的自己，然后又把那人杀了，他究竟在盘算些什么？而且他难道真的打算要复活一个500多年前已经去世的人？这可是死之律者的全能都做不到的事情啊。不知道，奥托这个人的麻烦之处就在于，我们既无法轻信他的任何说法，也无法对他的任何潜在行动坐视不理。如果绿者核心的存在状态表明奥托的确在整件事中做过更多的手脚，那我们就必须从他那里逼出更多的情报。他声称自己明天要和德丽莎女士完成权力交接仪式，但显然没有人清楚那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是啊，主教先生知道的东西或许远比我们以为他知道的东西多得多。虽然我自己的身份也是那位先生的下属，说这样的话或许很奇怪。但各位，你们就没有哪怕一次想要让自己比这个令人头疼的男人看得更远吗？爱因斯坦博士告诉我说，他有一个很棒的猜想，如果这个猜想能在支配之律者的核心上再次得到验证。那我们或许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理解崩坏的本质，也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比奥托先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长光所长，你好像过于激动了。抱歉，我只是一提起这些话题就非常起劲儿，不好意思。不管怎么说，我们确实需要对爷爷有所提防，
不过再这样聊下去未免有些偏题。总而言之，为了更好地达成爱因斯坦博士设想的实验目标，我们需要把尽可能多的崩坏能用绿者的力量束缚在尽可能小的空间里。而我也会在自己的权限内向大家尽力提供天命的实验器材，只可惜我自己不能亲身参与这个实验了。我还以为你一定是积极性最高的那个人呢。没办法了，主教先生他要求我在4:30之前向他报到呢。他需要你做什么？可能是为他的旅行做准备吧，操纵第二神之剑什么的，总之不是什么太危险的事情。你似乎并不担心他这些实验的结果。是这样吧，毕竟修伯利安的各位也好，不灭之刃的女武神们也罢，大家不都是解决问题的高手吗？如果可以，我们还是倾向于选择防患于未然的做法，而不是亡羊补牢。好吧，明白了，我会尽可能在奥托的眼皮子底下做一些有益于大家的事情，这样可以吗？如果你真的愿意这样做，那么我们似乎也不能要求你更多了。感谢理解。那么我们就抓紧时间搭设实验器材和信号分析设备吧，其他人可以解散1小时。现在整个小镇应该都是比较安全的，大家可以趁现在好好活动活动，透透气。尤其是提安娜和博罗尼亚，我建议你们在实验开始前释放掉那些不必要的压力或者心理负担。这样做会有利于你们在接下来的实验中更精准地使用绿者的力量。还记得太虚剑气的入门要领吗？断绝妄念，收束呼吸，一无所知，一无所觉。对，所以趁现在有机会就放松心情，下船多走走吧。一直待在船里留守，你们肯定会把自己闷坏的。谢谢班长和学员长的关心，我正好有一些自己在意的事情，就趁现在把问题解决一下吧。布罗尼亚原本就打算做一些可以提升自己专注度的训练，现在也正好能把时间利用起来。大家都去透透气吧，解散。好困，是最近加班太多了吗？从这里到那里，让我们开始吧。
怎么了？怎么了？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我已经准备好了。嗨，学院长。啊，提安娜，你来了。学院长有事找我吗？嗯，浮华想回自己以前住过的房子看看，我想让你去陪陪他。班长的故居。浮华之前曾隶属于天命几百年嘛，所以他也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嗯，这么一想还真是。虽然他说自己去就可以了，但我还是觉得应该有个人陪着他。毕竟你知道，这里对他来说可能说不上是有很多愉快记忆的地方。好啊，没问题，我刚好也想找班长聊聊呢。那就拜托你了，浮华刚走没多远，你应该能在不远处赶上他吧。嗯，我知道了。哎呀，轮到我了。嗯，还没到出发的时候。还是实验室里的空气更令人安心呀。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
让我们开始吧。我已经准备好了。还记得大家今天聊过的天命内战吗？前面的这座教堂废墟也是那个年代的遗物，而我们所处的这个广场，它正是圣女卡莲卡斯兰娜的就义之地。圣女卡莲，老爸曾对我说她是所有卡斯兰娜的榜样。她和你一样，也选择了背叛天命。而你则一直在为天命效力，甚至还帮助奥托进行空间实验。五个月前，我记得你质问过我，你为什么要帮助天命？而我则反问你说，如果没有天命，谁来从崩坏手中守护这星球上的几十亿人？你还说这世界上本就没有绝对的善恶与对错，有的只是使命。当然，事到如今我能理解，你肯定也有说这些话的立场和苦衷。可当时的我也真的不明白，你的使命究竟是什么？你为什么一定要对奥托言听计从？虽然现在的我不会因此就对你持有偏见，但如果你愿意告诉我他们背后的真正原因，那我还是会相当感激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奥托主教相对于我，或许就像德丽莎前辈相对于你。你不能否认是他塑造了如今的我，你也不能否认他对于崩坏的了解远胜过我们所有人。当然，我知道你真正想问的问题并不指向这个方面。我会告诉你那个问题的真正答案，不过至少要在赢过你一招之后，对吗？就是这样，来吧，提亚纳·卡斯兰娜，堂堂正正的一决胜负。正有此意。这是班长告诉我的。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确实了不起，比起五个月前，你对律者力量的掌控，可以用天差地别来形容。
只是这样一来你就更需要提防奥托主教了。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控制律者的力量是必须的。控制律者的力量对奥托来说是必须的。而且这与我想要告诉你的答案也有一定的联系。毕竟对于我自身的情况而言，第二神之剑确实是必须的。第二神之剑，也就是说用前文明控制律者的核心制作的神之剑。没错，它能够观测量子之海的涨落，窥探虚数之术的脉络。对于我个人而言，它也帮助我部分完成了使命。帮助被锚定在我体内的那个世界炮重新与虚数之术建立连接。体内的世界炮，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才是你一直站在奥托那边的最本质的理由？的确，你有理由这样认为，毕竟和你一路走来的种种遭遇一样，它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这个故事源自一次看似枯燥又危险的外勤任务，如果在任务开始之前就非说有哪里有趣的话，也许是我当时还只有12岁这一点吧。12岁，我确实听说过你是有记录以来最年轻的 A 级和 S 级女武神，但12岁也太……可能是我的身体机能比较早熟吧，这也没什么。毕竟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那时的我也根本不能算是个独当一面的女武神。总之，那时我和丽塔接到了一个探索量子之海的任务。我听说你的伙伴们曾经去过马里亚纳海沟深处的海渊城。但我们的目的地其实并不是海渊之眼内那种险象环生的异界。我们到达的地方虽然在空间上有些支离破碎，却和这个世界一样拥有漫长历史和丰富文化。那里有开着潜水艇的国王剧团，
有像天穹市一样普及智能机械的亚历山大港，有热衷于蹴球运动的尤卡坦联邦。还有一统南美大陆，几乎凭一己之力拯救了世界的印卡共和国。那个世界原本沉浮于量子之海的深处，虽然濒临消亡，却也凝聚了来自不同时代、不同世界的各路英雄。豪气干云、乐观无比的莎士比亚船长，谨慎睿智、阅遍沧桑的薛丁谔博士，爽朗亲切又勇敢坚毅的塞万提斯爷爷，如果要让我继续说下去，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他们每个人都向你介绍一二，但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故事是，他们选择了我，作为让那个世界能存在下去的保证。并不是因为12岁的我就真的有足够的能力，而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在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可以选择。凭借以太锚点，他们将自己的世界植入了我的体内。这样，只要我还生存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的世界也就不会在量子之海中破碎消失。所以，你从12岁开始就背负着这样的使命吗？怎么，和你与另一个空之律者的斗争比起来，我的这些经历显然轻松多了吧？对我来说，体内的那个世界就像是自己在深山中的故乡，它的繁华虽然不能与大都市相提并论，但与此同时，也只有与那个故乡有关的少数人
才能承载起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的五年间，我一直在寻找让世界炮与我的身体解除锚定的方法。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让那个世界的命运不仅仅寄托在我一个人的身上。而且，这也是一项只有我才能完成的使命。那么，回到你五个月前的那个问题，当一个从小成长在天命的人需要完成这样的使命，他能选择的依靠对象，会有另一个答案吗？我知道，从你的视角来看，我显然是个助纣为虐的笨蛋。但对于我而言，天命于公于私，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这就是当初那句话的完整含义了。这世界上本就没绝对的善恶与对错，有的只是使命。可是你刚才也说过，第二神之剑已经帮助你完成了一部分的使命。是啊，一个月之前，在运气的眷顾下，我抵达过虚数之树的附近。这使我现在有能力将体内的世界炮转移给另一个人保管，让这项使命可以后继有人。所以你可以认为，现在的我比过去要稍稍自由一点。五个月前我对你说过，天命最强的 S 级女武神这个名号曾是我的憧憬，也曾是我追寻的目标。这么说可能有些奇怪，不过如果我们各自的道路在未来终究走向了纷争和对抗，我大概会相当失落吧。我理解这种心情，我曾经评价你很有潜力，而仅仅三五个月之后，你就已经实打实地兑现了它。既然对抗崩坏是我们共同的最终使命，那么我们所走的道路也应该终有合二为一的那天。以我现在的身份，虽然不能对你承诺什么，但我希望你相信，我们彼此的使命，如今已经比五个月前要接近很多了。不过，主教今天那些难以理解的举动，也确实让我有些额外的担心。
如果第二神之剑不能完全满足他的需求，那个人多半还会觊觎你的能力吧。谢谢你的提醒，修伯利安的大家也都一直在提防着他。那最好不过了。让我们开始吧。我再睡会儿好了。时间应该不早了，你还要回修伯利安完成绿者对撞实验吧。哦，的确，你要一起来吗？当然，我还挺喜欢爱因斯坦博士泡的那种蜂蜜咖啡呢。加班太多了吗？你在看什么呢？海梦不是应急食品，不可以吃。从这里到那里，就当作是散步好了。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就当作是散步好了。从这里到那里。Loading。你好，布罗尼亚小姐。啊，您不需要如此警觉，我对布罗尼亚小姐您没有恶意。当然，我知道自己之前在教堂中的行为会令各位产生不快。作为暗杀来说，那还真是干净利落的一刀。精准、冷酷又无情。我为自己造成的不快而道歉，但工作就是工作，我认为传说中的乌拉尔银狼一定能理解吧。或许曾经的我能够理解吧，但现在的我会认为某些是非对错不是以工作为借口
就可以搪塞的。布拉尼亚小姐所言极是，每个人的确都应该有自己内心的一份准则，过分依赖外部规则终究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没什么，只是接下来您和提安娜小姐要参加绿者核心的实验，所以幽兰戴尔大人让我来看看能不能帮到什么。布罗尼亚小姐不愿意的话，丽塔这便告退。布罗尼亚应该不会走着走着突然也被那么干净利落的来上一刀吧。布罗尼亚小姐还真是幽默，尽管乌拉尔银狼的名号在杀手界只是昙花一现便迅速隐退，但丽塔也不敢对曾在卡戎名录中创下了最快登顶记录的您有所见字。更何况幽兰戴尔大人再三嘱咐过我要同修伯利安的大家和睦相处，丽塔自然也不会做任何出格之举。好吧，丽塔小姐，你打算推荐我练习什么？当然是实战热身，这边请，布拉尼亚小姐。哎呀，轮到我了，让我们开始吧。啊，糟了，不小心睡着了。去抓住他们吧。奋力吧，急如雷电。站立吧，耶！影之压，渴求优业。急如雷电。不愧是传说中的乌拉尔银狼，动作干净利落，思维敏捷清晰，让丽塔学到了不少。不过，作为杀手这行的后辈，丽塔可否提一点小小的建议呢？
嗯，说来听听。布拉尼亚小姐的身法的确招招制敌，不过或许缺了那么一点优雅。战场上最重要的是歼灭目标，多余的追求会对任务本身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啊，布拉尼亚小姐所言极是，不过略微的天才或许也会对日后的任务起到帮助呢。类似于让更多的雇主欣赏你的工作吗？这的确是一项衍生的好处。虽然我的本意是想说，艺术或许可以用来与他人建立超越现实层面的某种信任。不过眼见为实，如果布拉尼亚小姐允许的话，就让丽塔班门弄斧一次吧。还没到出发的时候吗？要稍作休息吗？我再睡会儿，别花太多时间。怎么了怎么了？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走吧，开始行动。走吧。开始行动。这里吧，圣才之雷，给我掉下。被我吃掉吧！急如雷电，这里吧，炽夜幻现，圣才之雷，急如雷电。完毕，怎么样，布拉尼亚小姐？还希望您对其中的不完美细节多多辅正。丽塔，你为什么会帮助奥托？我是天命的 S 级女武神，而奥托大人之前一直都是天命的主将。不过我知道您想问的不是这个。幽兰戴尔大人也好，我也好，都只是在某些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刻做出了基于自己立场的选择而已。这其中的有些选择的确伤害到了你们，但
但我们在彼时彼刻也不可能超越自己的认知，把自己的选择优化到尽善尽美。那我换个问法好了。幽兰黛尔，她在你心中究竟是上级还是同伴？是一位值得我关心一生的朋友。那奥托呢？是天命尚未正式卸任的主将，服从他的命令是我作为女武神的天职。如果将来幽兰黛尔的选择同奥托产生了分歧，你会怎么办？原谅我，布罗尼亚小姐，以我现在的立场无法将这个问题的答案诉诸语言。不过请这么理解吧，我和布罗尼亚小姐的相似之处或许比你认为的还要略多一些。你是指什么？是指值得我们关心一生的那些朋友中都有个十分可爱却又令人有些操心的家伙呢？幽兰黛尔大人乍看上去的确一本正经，说话不留情面，让人感觉有些不好接近。可他在有些事情上也会像个小女孩般笨拙，或者说率直而又别扭的可爱。所以回到你提出的那个问题，布罗尼亚小姐，在那种时候，我相信我们彼此都会遵从自己的内心而行动。或许我明白你想要表达什么了。那便再好不过了。虽然我们过去的历史充满了摩擦和不快，但我还是希望至少在德丽莎大人成为主教之后，大家能和睦地相处下去。这对双方来说都需要一些时间，不过希望如此吧。那么一段友好的友谊不如就从共同解决一只崩坏兽开始吧。行啊，如果你跟得上布罗尼亚的话。尽我所能。以前也和他一起来过这里。怎么了怎么了，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开始行动。杀意不断从空气中传来，开始行动。
狂风，臣服于我。哎呀，轮到我，可能会有点疼啊。千鸟拔刀，糟糕，这里吧，圣才之雷，纸叶幻现，给我两下，有点痛，急如雷电。真不愧是博拉尼亚小姐，你也不赖，天命的 S 级女武神。谢谢你，博拉尼亚小姐。希望这段训练能对你稍后的实验有所帮助。感觉身体活动得很开，谢谢了。既然如此，那么丽塔差不多也该告辞了，希望接下来的实验一切顺利。到时我会和幽兰戴尔大人一起为你们加油。丽塔，什么事，布拉尼亚小姐？对于你今天所说的那些，布拉尼亚只有一件事想要提醒你。烦请指教。既然你相信同伴不会做出令你失望的决定，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你也不要做出令同伴感到失望的决定。当然，布罗尼亚小姐，丽塔一定将这个嘱托谨记于心。有必须要去完成的事。糟了，不小心睡着了。飞累了，让我歇一会儿。该我上了。Tiana, Bronia, 你们需要尽可能把自己的崩坏能约束在一条直线上，让他们像两束激光一样相互对撞。
这次实验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所以请务必在每一步都认真听从指示。是，盟主。没问题，瓦尔特先生。那么，博罗尼亚这边由我来指导，福华女士，提安娜那边就麻烦你了。好，提安娜，用太虚剑气控制你的力量，从最微弱的崩坏能开始，一点一点把它们加强。让你绿者核心中的崩坏能像水滴一样渐渐渗出，汇聚成涓涓细流。把握住这细流的方向，让你，让 Bronia， 让被实验的核心保持三点一线的状态。现在配合 Bronia 一起增加崩坏能的释放量，缓缓的，确实的，步调一致的提升你们的输出功率。哼，好，就是现在。上吧。绿者核心定向解放。嗯，还没到出发的时候吗？那我再睡会儿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祝贺你们的实验一次成功，提安娜。谢谢，这种使用力量的方式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很幸运能一次搞定。Bronia 希望这次的经验以及实验结果都能够在未来给大家提供一些独特的帮助。但即便不能如愿，探索本身也是自有其意义存在的。天命过往获得的经验都是对抗绿者的方法。至少对我来说，
像这样接近慢镜头的观摩律者使用能力，给了我不少在协同作战方面的启发。你是指你和我们在未来一同作战时的战术吗？当然，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之前不灭之刃也和雷之律者进行过协同作战，不过由于互相之间缺乏足够的了解，实际的效果并不理想。牙医，他说的应该是珊瑚岛事件时发生的事吧？不瞒您说，我们当时写了30000字的复盘报告，连主教大人都觉得幽兰戴尔大人是不是反省得太过了。怎么了？是主教大人的通讯，我接到公共频道版。呕吐。修伯利安的朋友以及我的女武神们，大家下午好啊。对律者核心的研究还算顺利吗？爷爷，你不是说已经没事要找我们了吗？哎呀，德丽莎，今天好冷淡呢。还在生我之前杀死那个复制人的气吗？你们明明早就原谅了丽塔，却对我仍然耿耿于怀吗？好了，不开玩笑了。我现在确实没什么事要找修伯利安的各位，我只是有任务要交给天命的 S 级女武神们。是与你之前说的旅程有关吗？反应很快，不愧是幽兰戴尔。没错，我现在已经将一切准备就绪，你和丽塔只要来帮一个小忙就可以了。哦，对了，不灭之刃的其他队员们，你们都可以留下来继续帮助我的孙女。毕竟他很快就要接任天命的大主教了，大家提前熟悉熟悉业务也是很不错的。这么说来，对于各位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这应该是我与你们之间的最后一次交谈呢。毕竟我很快就要上路了嘛。
瓦尔特先生是不是也在和大家连线呢？实在对不起，我当年没有让你们在纽约过一个愉快的感恩节。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对你表达歉意，甚至设想过很多方式，比如找个纪念碑当场跪下，为你表演一番痛哭流涕。不过既然这么多年都已经过去，你其实也不怎么需要这种矫揉造作的仪式了吧。这就是你在上路之前要对我说的话。那不然说什么呢？换个例子来说，你觉得事到如今的 K423 还需要我为过去的事情道歉吗？你们都是很完美的英雄人物了，想必不会这么小家子气吧。主教，先不论你说的话有没有问题，空之律者，不，星炎之律者，他有自己的名字。他不是什么 K423， 他就是 Kiana Kaslana。好吧， Kiana Kaslana 的确也没问题，毕竟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在十年前就已经变成那样了呢。德丽莎，你好像有什么话想说啊。你没关系，德丽莎，你不用勉强自己去说点什么。你的爷爷做过很多不讲情理的事，这一点他自己还是很清楚的。接下来对你们来说，或许还有惊天动地的事件陆续发生。到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就不该把哪怕一丝一毫的感情浪费在你爷爷身上，正面也好，负面也罢，那都不再重要。这是什么意思？你的旅途究竟会带来什么？你很快就会知道了，所以我没必要在此专门加以解说。放心，那些事情对你来说没有哪怕一丁点的危险。尤兰戴尔，丽塔，来卡斯兰纳街的晨曦观景台向我报道，我需要你们站好最后一班岗。
其余的各位，我们好聚好散，就此别过。这个可恶的老东西，他那还算是人话吗？要不是鸡窝头捂住了我的嘴，我真恨不得把他那个脑袋给开成瓢。特斯拉，他使用那样的说辞，不外乎是想激怒我们。但如果他真的要就此一走了之，他又何必激怒我们呢？所以，你是说，他可能仍在我们身上有所企图？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那么确实可以解释他今天所有的恶劣表演。只是激怒我们，甚至激怒他身边的其他人，这究竟能有什么好处？又怎样才能帮助他达成目的？而且那个人自称的目的，仅仅在哲学上也同样令人生疑。如果他只是想去平行世界寻找另一个卡莲，那某种意义上来说，德丽莎女士，请恕我冒昧，她成功制造出的卡莲复制人其实就能满足这个需求。甚至还不需要让她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很在意长光之前说的不变的自由意志和确实只发生过一次的选择，它似乎在暗示一种相对性。要是长光还在这里，我们倒可以继续问问他的看法。毕竟他作为实际上的执行人，参与了很多天命的空间实验。他认为，主教是真的要利用第二神之剑离开这个世界，也认为就如奥托所说的一样，这件事本身不会对我们自己造成影响。但那毕竟是主教大人啊，技术人员可能会认为他没有说谎，不过对于各位而言，恐怕未必如此。控制律者的觉醒事件，或许就是前车之鉴。那么，你们真的还要按照他的指示去向他报道吗？也只能去看看会发生什么了吧。
那可能是个圈套。但如果不去实地了解，我们确实也很难阻止潜在的风险。有一点请各位放心，现在的主教大人已经并不能代表整个天明组织了。从他宣布辞职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必须将德丽莎大人的立场也一同考虑进来。至少我可以保证，不灭之刃绝不会将各位再次视作敌人。但你们自己也要小心，如果奥托一旦发现你们无法为他所用，他可能会对你们做出非常残酷的事情。你是指雷安娜前辈，对吗？你知道这个名字？有一位朋友和我讲过他的故事。我知道他曾经是黑渊白花的使用者，也大略知道他和逆商之间的关系。雷安娜是一个好人，在那个时期，她和我之间的分工，其实有点像如今你和丽塔这样的感觉。只不过那时的我，并不喜欢和人交朋友，所以和她也谈不上有多么熟悉。她是一个斗士，是一位真正的女武神。如果你们认识她的话，你们就知道奥托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斯文败类了。主教的确对逆商做过很过分的事，这是天命最黑暗的历史之一。好了，不管怎么说，在此时此刻追溯历史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幽兰黛尔，还有丽塔，如果你们认为现在回去接触我的爷爷是正确的选择，那么修伯利安方面不会阻拦你们。只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会非常谨慎地去应对。不过那毕竟是擅长谋定而后动的奥托阿波卡利斯大人，所以各位也需要提高警惕，做好最坏的打算。我们会以最高标准执行警戒，但愿接下来一切顺利吧。加油，天命最强的 S 级女武神。谢谢，你也加油，星炎之律者。已就位。开始行动。糟了，那条行尸着了。将我的剑化作雷光。怎么了？怎么了？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
怎么了怎么了？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怎么了怎么了？开始行动。绝不放过一个敌人。就算你这么看着我，我也没法帮你完成任务。开始行动。换线，这里吧，圣才之雷，谁让他打我？来被我吃掉吧！就是你了。
力吧。和本皇女一同踏上旅途，你应当感到骄傲。到我了。李小姐，你也在这里。还是用全名来叫我吧，被你客气总让我觉得哪里不对劲。主教果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你们吗？难怪他要求我不能随意接近你们和修伯利安的那一行人。主教大人似乎想对我们也保密到最后一刻。总觉得事情似乎变得比我想象中还要复杂一些了呢。毕竟现在所有的 S 级女武神都集中在了这里。就在昨天，他对我还说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名词。像是什么虚数之数、高维空间，还有定向裂解。而且好像还和时间很有关系。小镇里的那些现象，应该就是他刻意引发的。他有和你说过自己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吗？哦，这我倒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或者说在500年前就感觉到了。天命不是有一位被称为圣女的女武神卡莲卡斯兰娜吗？你们应该也知道他是罗刹，不，主教的青梅竹马。说呢，他对那个人的思念甚至会让我感到十分落寞。很久以前在沙漠里，他一个人就那么孤零零的一坐一整晚，你们应该能明白那种感受吧。所以你认为他是认真的？他是真的为了复活卡莲卡斯兰娜而在这里精心布局？是他表达自己的方式让你们觉得像开玩笑了吗？他一直都是很认真的呀。
而且他之所以会把我从深层休眠中唤醒，也是因为他的复活计划进入了最终阶段呀。李素商大人，您是说您最近被主教大人唤醒的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在他看来他已经有相当的把握可以复活500年前的圣女大人了吗？是呀，毕竟这是他对我的承诺嘛。承诺？你们应该也知道，在500年前的一次事故中，我受了重伤。在当时，那种伤势很难彻底医治。所以罗刹人，主教让我进入深度休眠，直到他想出治愈我的办法为止。不论在其他方面他的个人评价究竟如何，就事论事，他毫无疑问是我的救命恩人。而500年前，在他问我如果一切顺利，希望在什么样的未来再度苏醒的时候，我出于对他的好奇，没有选择人类战胜崩坏的时代，而是选择了你达成自己愿望的时代。那时的我的确很想见证他实现自己梦想的一刻，这也算是某种莫名其妙的私心吧。也就是说，照此推论，如今的主教大人很有把握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是这样吧，而且多半也有人会因此遭受无妄之灾，之前的空之律者事件听说就是如此。你打算阻止他吗？不，很遗憾我不能破坏自己对救命恩人许下的诺言。更何况那个人还已经对我信守过了一次他的承诺，你想他完全可以不治疗我，不唤醒我，不是吗？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真的想去阻止他，那么我也不会为此而阻拦你，那并不属于我和他之间的人情。你是说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不管发生什么形式的冲突，你都打算恪守中立，两不相帮？哦，那也不尽然，我会选择帮他打一架，就一架，这架打完我们就彼此扯平，谁都不欠谁的了。
那时你也仍是天命的女武神，李素商大人。你说的没错，如果那时我还有力气的话，就掉过头来帮你们收拾那男人留下来的烂摊子吧。他肯定会留下一个烂摊子的，对吧？去年空之律者的实验后，小规模崩坏此起彼伏，不灭之刃在全球连续出勤了三个多月，才将他们逐渐清理压制。虽然我们也可以说空之律者的复苏是必然事件，这次灾难本就无可避免，但我们也毫无疑问地清楚，这一切都肇始自我们自己主教的计划，是因为我们天命自己需要控制律者的力量。你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第二次，对吗？当然，天命组织的最终使命是消灭崩坏，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没有忘记。或许为了消灭崩坏，我们必须充分研究崩坏，但我们毕竟是天命，不是逆商，更不是世界蛇。不可能毫不在意进步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我相信你是在认真地思索这些，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把它当作冠冕堂皇的借口。我相信从你的角度来说，他们就是你之所以为你的某种证明。只不过人类是自由的，所以对其他人来说，他们之所以为他们的证明也会多种多样。这个时代的世界，我或许只了解了几个月，但这也足以让我明白，人世当中的相同与不同都是非常普遍的。而或许，就是这些彼此相似又截然不同的观念差别，造就了这个纷繁、残酷而又美丽的世界。总之，我无权干涉你的行动，但是你也不应该期待我的决心出现任何形式的动摇。只要这种决心带来的是竞争与试炼，而不是仇恨和毁灭，那么从结果上来说就一切还好，是吗？
人和人不一样是很正常的嘛，又不可能说好人都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而坏蛋又都从另一个模子里刻出来。而且对于不同的人而言，谁算好人谁又算坏蛋，这本身也会完全不同吧。所以你认为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就好？我师父以前说，人人要是都想的一样，还要武功干嘛？世界就是在这样的摩擦和碰撞当中不断前行，反过来又塑造了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坚持没有原则的家伙，师父从来不放在眼里。可好像他自己就是个特例，没有坚持好像就是他的坚持。总而言之，如果我决心对主教的计划打破砂锅问到底，你是不会阻拦我的，对吗？没错，虽然500年前的我的确希望见证他实现自己愿望的那一天，但一世归一世，我并没有理由插手你们之间的任何纷争。当然，如果你真的决定要动手阻止他，那么你自己也应该准备好足够的觉悟。毕竟无论他的计划究竟包括哪些细节，那都代表了他500年来的所有执念。我知道。好了，该说的话我好像也说完了，大家一起去找他吧。毕竟我们其实还不知道那个人想安排我们做什么，对吧？这里吧。大家好啊，我亲爱的 S 级女武神们。全体保持沉默吗？好吧，也许是因为面对这个不真实的投影，你们的确无话可说。不过，如果是我最近的所作所为让大家感到厌烦，那么请允许我向各位道歉。
毕竟作为一个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我现在的表演欲确实非常过剩。对不起，我的女武神们，请原谅你们主教的最后一次任性吧。所以，你确实要前往另一个世界。那么我就单刀直入地问了，他的代价是什么？啊，代价？嗯，的确，凡事都有代价。不过我想先纠正一个微妙的说法，我的确要离开这个世界，但严格来说，我并不是要前往另一个世界。我的终点是世界的彼岸，它属于世界之间的界限，是一个可以让我们重新定义时间的地方。有更简单一点的说法吗？你上次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听懂你到底要怎么做。好吧，那我们还是来打一个比方。比方说，我们走在沙滩上，当我们在沙滩上行走的时候，会留下一串串的足迹。当我们回看这些足迹的时候，我们能很清楚地找到自己来时的路。不过，虽然沙滩上的脚印很好辨认，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事情却会复杂得多。想象一座小径分岔的花园吧。那座花园里的每条道路都由不同的分支合并而来，又各自延伸出新的分支，而回头看去，我们的脚印却已荡然无存。现在，既然我们各自的头脑中都出现了这样的一座花园，那么不妨让它来代表一个更加抽象的概念——时间。时间的花园永远分叉，通向无数的将来。而当我们将这些分岔的道路合并在一起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它是一棵无论树根还是树冠都会无限延伸的大树。这棵大树，它不存在于任何我们能够直接接触的维度，因此我们称呼它为虚数之数。先行者曾经对我说过，虚数之树上存在着无数的平行世界，能观测到无数个不同的我。
的确，但虚数之术的机制远比单纯的串联平行世界要来得精妙复杂。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吗？时间会在虚数之术上分叉。如果我们仔细思考这个事实所蕴含的规则，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办法在虚数之术上自由行进，那么时间也就可以在我们的面前倒流。但在现实当中，我们从未听说过时间可以倒流。当然，因为它的确很难。你应该听说过虚数之术与量子之海的竞争关系吧？正是这种竞争关系为我们定义出了时间的方向，而时间与其他维度的本质性不同，也正是在于时间的方向不容违背。既然时间的方向不容违背，那么你又打算如何让自己的时间倒流呢？我没有办法让时间倒流，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让时间倒流。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时间不过是虚数之术的生长方向，除此以外并无其他意义。所以，只要我们能操纵虚数之术本身，那么重新选择让世界生长的点位就并非难事。这是什么意思？不是操纵时间，而是操纵世界。我们现在能稳定感知到时间的流逝，是因为我们与虚数之术的生长自然地达成了协调一致。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可以把虚数之术的生长点倒推回500年前，500年前的世界就可以抛弃我们所在的此时此刻，抛弃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未来。以它自身的那个时间为原点，从新的基准开始重新演化。抛弃，重新演化，那我们现在的世界会怎么样？其实并不会怎么样。从结果上来说，这种抛弃是相互的。你们自身的存在不会消失，你们熟悉的环境也不会发生多少改变。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无中生有的好事，
当然，但对这件事来说，需要支付的代价与你们无关。好了，任务的前置解说到此为止，接下来的事才是我要求你们集合于此的目的。我需要你们帮助我看守晨曦观景台到丹妮小径之间的区域，阻止一切人员进入，包括修伯利安上的德丽莎在内。为什么？当然是因为我需要对虚数之数进行非常精密的针对性操作。你们也知道，我很容易被人误解，所以我并不想在这段时间里被任何人打扰。可是李素商，你负责控制晨曦观景台和沙尼亚特桥。丽塔洛斯威瑟，你负责控制圣女广场、阿尔卑斯街以及丹尼小径，我会给你提供必要的辅助力量。尤兰戴尔，你留在当中机动。命令传达完毕，解散。你的光彩荣耀此间天地吧。该我上了。
嗯，的确和你之前的预测一样，支配律者的虚数起点也是一个由几何构型的环状结构，只是这个环是不是太小了？长光曾经推测说，由于支配剧场的原因，这个律者的虚数起点可能会向额外维度泄露，这方面的因素也考虑到了吗？当然是考虑到了才说的呀，你这个鸡窝头，你自己看看这里的数据。推测环状结构半径约等于10个数量级的普朗克长度，置信度4个标准差。10个数量级。对啊，这也太怪了吧，就算像第一律者的起点一样小到只有一个原子核的大小，那也是20个数量级的普朗克长度啊。差10个数量级也就是100亿倍。怎么向额外维度泄露也达不到这么夸张的结果吧，除非他的律者全能只在那些额外维度里生效。只能在额外维度里生效吗？是啊，那怎么可能？他至少能向外辐射那些傀儡线，把自己的一部分全能注入那些傀儡当中啊。特斯拉博士，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嗯？什么可能性？哎，别卖关子了，有话直说啊。在我们进行律者对撞实验之前，支配律者的全能或许已经向额外维度坍缩了。我的意思是说，或许有人对支配律者的全能进行了人为干涉或利用，以至于他现在只能在额外维度中生效了。那有机会这么做的不是只有一个人吗？可恶，怎么还是被他给摆了一道？快通知德丽莎，就说奥托已经把支配律者的全能给彻底偷走了，麻烦大了。
剧作家说，凡以不义开始之事，必由罪恶使其巩固。小说家说，一个人不是在该死的时候死，而是在能死的时候死。但诗人却说，奥斯曼迪斯什么也没有留下，他的废墟寂寞而又荒凉，只有无边的平沙伸向远方。不需担心冒险家协会的大家。还没到出发点，从这里到那里，那我再睡会儿好吗？让我们开始吧。小白鼠们都藏。班长。啊。Kiana， 你怎么来了？听说班长要去看看以前自己住的地方，我就跟过来了。我很想知道班长以前的生活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子。是这样吗？我想想，我记得那地方就在过了桥之后的不远处吧。哎，班长，你的记忆也会模糊吗？嗯，现在的确是这样的。以前宇都城还能运作的时候，明明再怎么细碎的东西都能用它记住。至于更早的时候，由于手术的后遗症，我甚至会不由分说地记住自己见过的一切。不过，现在的这种感觉并不坏。啊？忘记事情的感觉吗？嗯，现在的我，能像你们一样偶然地遗忘一些东西，或不时突然想起一些东西了。这种感觉对我来说非常陌生，甚至有些难以适应，但却很愉快。正因为会遗忘一些东西，你才知道对自己内心来说最值得铭记的东西是什么。我已经忘了自己以前睡在哪里，忘了曾经的一日三餐具体吃过什么，忘了自己究竟打败过多少形形色色的敌人。不过，我却记得在圣弗雷亚和你们度过的时光，记得千年前，在神州有人为我庆祝生日，甚至记得五万年前父亲对我说过的话。我想，这就是人们口中那些无法遗忘的东西吧。班长，啊，抱歉，一不小心就把话题说得严肃起来了。没有的事，
我也喜欢听班长你说这些，我很高兴今天的你多少能够拥有自己喜欢的生活。谢谢你 Kiana， 不过说起来我对在这一带生活的感觉倒也不至于说毫无印象。我们不如边走边聊吧。好啊。哎呀，轮到我了。啊，糟了，不小心睡着了。去抓住他们吧。崩坏兽，这也是受时空错乱的影响吧。有什么好东西吧，先清理掉他们。就算你这么看着我，我也没法帮你完成任务。就当作是散步好了。急如雷电，解决了，解决了，让我们开始。总感觉你对付起这样的崩坏兽来都已经不会出汗了呢。我也是会成长的嘛。怎么了怎么了，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我已经准备好了。不过话说回来，班长，你想起来自己之前住在哪儿了吗？说实话，这里的环境也变了不少。以前为了不被人注意到，我都是走附近的一条小路，但如今那条路似乎被封起来了。那我们就顺着大路走走吧，只要知道了大体方位的话，总能找到的。这还真不像是那个经常迷路的 Kiana 会说出来的话呢。说了我有成长的，这方面也是。嗯，应该是吧。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记得大致的方位就在那堵墙后，可能需要顺着大路绕一下吧。交给我吧。哎呀，轮到我了。啊，糟了，不小心睡着了。从这里到那里，啊，还是实验室里的空气更令人安心呀。怎么了怎么了，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急如雷电，
城。快点快点，要是宝物被抢走。我们到了。哦，这就是班长以前住的地方吗？嗯，不过相较于之前，外观还是变了不少。以前的我还会挂一片羽毛在门前，以提醒自己候鸟之归，莫忘故土。但如今百年过去，那片羽毛恐怕早已遗失了吧。不是有那个时空装置吗？我用它来找找看吧。哎，不用那么麻烦了 ，Kiana， 能到这边来看看，我已经很满足了。哎，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吗？说不定真能找到呢。这里吧，出征。启程，出征，我已经准备好了。果然找到了。当时刚来到天命，对周围的一切都很不习惯，吃饭用的是像武器一样的刀叉，睡觉用的是让人头都像要陷进去的棉花枕头。虽然当时奥托已经成为主教，但总有些贵族出身的人仍然对通过起义上台的他心存芥蒂。我的情况也是类似。当我终于养好伤，可以在这里自由行动的时候，才发现这里的人几乎都不愿意和我说话。或许只是因为当时我还说不好他们的语言，但或许也因为我曾是他们的敌人，是天命东征失败的直接原因。所以当时每次回到这里，看着这门上的羽毛，反倒让我有一种难得的安心感。班长，你说你刚来天命的时候受了重伤。嗯，没错。是奥托弄的吗？哦，不是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和某个人倾尽全力打了一场。他的太虚剑气造诣甚至在我之上，我也因此身负重伤。醒来后，我就已经身在天命了。那时的奥托帮了我一把，
是他把我带回了天命进行疗养，也是在那时他提出了帮助我完成使命的交易。至于那场战斗的结局如何，连与此事无关的奥托也不愿告诉我真相。班长，没事的 Kiana， 那些事情早已过去，现在的我已经不会再被这样的历史所束缚了。现在的我已经找到了值得信赖的同伴，也找到了自己该做的事。我说过我会陪着班长你的。谢谢你 Kiana， 也谢谢你陪我来这个地方。应该的应该的，我这不也听到了许多班长曾经的故事吗？那我们差不多回去吧，不然学院长要担心我们的。不过回去的路上，班长再多讲一点过去的事给我听吧。真拿你没办法。やっぱりお祖師様も自分の人生を持てるようになったんだね。あ、まずい。今度会った時、私への第一印象が悪くなったりしないかな。Thank you.
兄，老朋友，别来无恙啊。还不是他看穿了你的把戏，这才把我扫地出门的嘛。你是指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可以偷偷取代我担任天命主教的那件事吗？你说笑了，我的老朋友，他可是凯文·卡斯兰纳。他会不知道你真正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你的肚子里有他要了解这1500年来的世界所需要的全部知识。我还真担心在我离开之后，获得了你那份知识的世界蛇会把这个世界摧残成什么样子呢？毕竟你想嘛，现在只是因为我的计划客观上耗光了那些崩坏能，虚数入侵才没有降临在每个人的头上啊。哼，你要是真想对这个世界好，那应该在60年前就宣布辞去天命主教之位。可惜了，这个时代的第一律者，他在你心里的地位还不如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复制人孩子。可你不也是为人类而战的第一律者吗？我走之后就由你来辅佐德丽莎如何？得了吧，这500年来我浑身都沾满了你的色调和气息，你真的相信他们就愿意与我合作，对我言听计从？不相信啊，反正你也不会真的为他们着想的，不是吗？是啊，我只为人类这个概念服务。这样说来，我和世界蛇的那帮人还是挺像的嘛。或许吧，但凯文·卡斯兰纳除外。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放你回来，默许你协助我的计划。确实，他甚至还是自己主动把我扔出来的。我或许确实已经失掉了被利用的价值，可是这对他而言究竟能有什么好处？这很简单，因为他羡慕我，所以愿意成我之美。虽说相对而言，其实应该是我更羡慕他才对。啊，你忘了上次见面的时候他是怎么蔑视你的吗？
服从还是毁灭，选吧。你羡慕他很好理解，可他为什么要羡慕你？不不，虚空万藏，你好像完全误会了。我们彼此之间的羡慕与力量毫无关系。那只是因为我可以做他不能做的事，而他也在五万年前就做到了我永远也做不到的事。收起你的谜语吧，你究竟在指什么？别急别急啊，我的老朋友，你知道从今日再度回溯五万年的时光那是绝无可能，但是在五万年前那个技术甚至比今天更为发达的时代，他并没有选择去做和我如今的选择相类似的事情。否则他和我就不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世界上。哼，你难道想说他其实是个过分爱惜自己生命的人吗？那怎么可能，恰恰相反啊，虚空万藏，正是因为那个男人把自己的价值看得极低，他才会羡慕我，而我也才会更羡慕他呀。
了。